子曰 ：“I'm come 是放炮的预告，劈腿是 take 掉的前兆。哎，这……金子姐，沈欣然是个好女孩，你要是不好好把握，假娃来夸娃娃，那我要提醒你，思念总在分手。”经理，照偶像剧的情节，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要追出去啊？赶快。子琪，有空吗？啊。有件事我想跟你谈一下。哦。所以那个耳环是你的？对不起哦，我不小心掉了，希望没有造成跟欣然之间的困扰。沈欣然怎么说？他没说什么。如果早点交到男朋友，这种误会就不会再发生了。所以来不积极一点，快帮我找个好男人。我比你还急耶，对象我已经帮你找好了。你不会让我失望吧？我可是很相信你的眼光哦。是个对象绝对没问题。真的？真的啊，现在就看你什么时候有空，我帮你约他出来单独碰面。那你可不可以陪我一起去啊？你们约会我去干嘛？我跟他不熟，如果没话说气氛会弄得很僵。哎，不会啦，他这个人话题很多，而且你跟他聊什么他都略懂哦。拜托啦，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去，我会觉得很像相亲。哎，那我带沈欣然一起去。这件事情可以不要跟欣然说吗？为什么？如果让欣然知道我连男朋友都要你介绍的话，这样身为女生真的很糗。哎，拜托啦。那护花使者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我知道我会平安送凯儿回去的。明天见。那我们走吧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坐公车回去就可以了。没关系，我送你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想一点事情。哦，好吧，那你路上小心。谢谢，再见。听你说什么我都很快乐，接近你字都微笑着。喂，几千，我现在等公车，等下就回去了啦。你多耐心地陪着我着，却怎么都遮不掉那道无形的隔阂。越懂你陪着你就越寂寞，灵魂那么美我却痛的感觉在炽热，也不能让飞蛾去扑火。我不想他送我。你的梦难道就能不是我？好朋友只是保罗，其实人很好，只是讲话不太好笑而已。但是他其实心思还是蛮……我让你介绍男朋友。其实是想试探你，还在等。好朋友只是朋友，只能保留一点点温柔。知道吗？我知道什么是我心里还是很喜欢你的。
从明天开始，我会告诉自己，不可以再喜欢你。明天见，好朋友。这些是新上市的保养品，厂商给我一堆试用品，我用不完，送给你。哦，送给我？嗯。谢谢经理。对了，还有瓶香水。这个你还是留着好了，我不擦香水的。没关系啊，你也可以送给乐乐。这个味道我很喜欢，而且我平常都用这个。你试试。嗯。闻闻看。为什么你身上有香水味？有吗？大家都说我的本人比照片帅，你要是想我的话，你就看我就好了，干嘛看照片啊？怎么啦？被石头弄掉了？你是不是又出什么包啦？有什么事你直接跟我讲啊，我可以帮你解决。你闻看，你什么时候对香水有兴趣啊？风尘味太重，适合妖艳型的女人，不适合你。妖艳的女人，像郑凯仁那样吗？关他什么事啊？这个香水味道跟那天你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样哎。不过你说对了，这个香水不适合我，比较适合郑凯儿，而且还是他送给我的。贤信人，我们说过两个人在一起要彼此信任的。你口袋里有他的耳环，现在身上又有他的味道，你要我怎么相信你啊？耳环的事情我已经跟你讲过，那根本就是我就说我们办公室里有一股怪怪的味道，哎，该不会就是你们小两口的感情出 trouble 的味道了吧？哎，一定又是你这个基本款的小色狼，不知道跟哪个女生逃来暗匹，惹我们家杏仁姐生气了。经理，我去取了。哇哦，现在不只有味道，还有杀气了。哎，我跟沈信的同事这样四五年，我从来没看他这样过哎。啊，臭小子，我看你知道卖啊啦。经理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，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瞒者是瞒不是，是者是不能瞒呐，秦专员。子曰：暗坎是放炮的预告，劈腿是退掉的前兆。哎，这。姐姐，沈杏仁是个好女孩，你要是不好好把握，假娃来夸娃娃，那我要提醒你，思念总在分手。经理，照偶像剧的情节，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要追出去啊？赶快。